四日深夜，萧敬腾在微博发表长微博，写道：最近我看清楚了好多人和事，也包括自己。我承认我有点受伤，有点沮丧，而他也表示自己理解了，就会想办法修复。而大家对商业演出、演唱会、电视节目、真人秀等捞金行为的不同看法，他也表示自己是在分享、传递音乐，希望粉丝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随后网友纷纷为萧敬腾加油，老萧，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，做你热爱的音乐，分享你的音乐。人会累，但一定要调整好心态。更多精彩内容，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。